诚品生活新板店这个三楼这样走出来，我发现别有洞天嘞。这边如果你喜欢绿色生活的话，就觉得这里好漂亮哦。看在这个大楼中间的这个空间啊，种了几棵树，然后挖了一个浅水池，我觉得这样子超美超好看的。然后看它每一棵树不太一样的品种，所以会有不同的层次感。我看到下面的水池很天然很自然的感觉，没有说非常的清澈，就跟野外有点像哦，我觉得很拟真呢。旋转楼梯可以往下走，那刚好可以欣赏这个用不同的这个视角，可以欣赏这个小公园。我觉得今天不虚此行耶，这个地方真的超有质感的，哇，很漂亮，我喜欢这里，你喜欢吗？就算今天是阴天，可在这个光影之下，整个公园都好漂亮，好好看哦。这是板信大楼，然后你看我这样绕一圈哦，等于说这个公园是夹在所有建筑群的中间这块空地，变成一个像这样的公园，好迷人哦，有一点带一点那种雨林的感觉。设计师边你看，哦，有机会你要来这边走走，它是在板信大楼的后方，还有其他大楼都夹着的这个小空地。哇，你看绿油油的天空，绿叶，哇！啊，如果你想要介绍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我的影片，拜拜。欸，我走到这边发现它是凯撒饭店的后面，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建筑群的共用的一个公园欸。